违法航空城，违法航空城，毁家又杀人，毁家又杀人，违法航空城，违法航空城，撤案退回，撤案退回。航空城啊，啊，会使讲国际机场四十年前啊，啊，就甲阮征收一百。伫迄个时阵，我嘛是一个受害者，我甲阮兜互伊征收一公顷。够高品质。迄个时阵啊，敢若有只了，摕遐钱啊，敢若有只了出来起一间厝。好不容易，阮辛辛苦苦无半项安尼出来，啊，出来外口拍拼，啊，这四十年中间会使讲，把阮的这个事业才安定下来。啊，即嘛政府你过来讲征收，这政府有咩来讲征收的？阮的土地来讲吼。应该就是爱说清楚、讲明白，伊唔是啊，拢用骗。啊，所以讲啊，物价会使讲，伫阮迄个所在，民心惶惶啊，民生不安。所以讲啊，伫个之前啊，产生一个老先生，则是离开，啊来做迄、那个啊来计算的分配。我相信那个全国人民没有人会去反对国家建设的啊，因为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国家建设来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啊。可是呢，这个航空城真的是国家建设吗？我们非常强烈的怀疑，因为它里面有太多不实在的规划，太多不实际的口号。就第三跑道而言，它是2022年才要开始做规划，2026年才要进行建设。那当它完成的时候是2030年，那是17年以后的事情啊，那是17年以后的事情。但它急着现在就要来征收，所以我们看不到它的必要性，我们看不到它的急迫性。第二，桃园县航空城。桃园县政府啊，它征收的蛋白区啊，那个一点必要性也没有啊。它各种产业区到现在，它的招商的方向还不稳定，它没有实质的计划，也没有经营策略，所以我们看不到它的公益性。那相信在这种利基点之下，我们所有被拆迁的居民都不愿意去配合，因为这样的所谓。国家建设一点公益性、一点必要性、一点急迫性都没有。伊这个案件非常的不合理，因为伊咱的周边啊有几个工地啊开发出来了后，拢进驻无到两成，无到三成。政府应该规定，讲咱土地来开发来讲嘛啦，啊，周边的这个开发那是进驻。按有八成以上，才会使去开发第二岸边。在这个中间来讲话，咱航空城会使讲，头先不只计划是4,791,000，尤其是政府在设计这个案的时阵啊，真正非常的这个草率落错，关键都没有通过。几个月中间啊，伫个十二月底，这个案就会开通。所以讲啊，这大个案件，未使这么啰嗦，安尼来做。大园的居民特地把他们的谋生工具带来，要告诉我们行政院里面的长官，要告诉他，航空城这个计划范围内不是白纸一片，上面有人，上面有他们的家。上面有他们的生计，我们的政府官员不能这样随便大笔一挥，就把他们的家园铲除，就把他们生计毁灭。好，我们今天特别带来这个他们的谋生器具哦，等一下也要送给行政院里面的长官，让他们记住，航空城上面有人。好，你们现在就是在杀人，就是在破圈，凭什么？来拆散我们12,000户的住家，40,000多人的生计，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计划。那可见执行这个计划的有特
别啊思考的计划。那是什么计划？那就是要坑杀我们老百姓，要强征民地的计划。第二个，我们知道第三跑道必须要建的话，要有它的正当性、必要性。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所列出来的数据是非常可笑的。他们评估我们需要盖第三跑道，竟然是用一个非常荒谬的数据。我们这几年的客运量、货运量大概平均成长只有 3.5%， 可是呢，我们的这些计划里头提出来的竟然是超过 5% 的这种成长率。用这样的数据怎么能够取信于我们老百姓呢？行政院、内政部他们针对于航空城，我们合理怀疑他们只不过为了下一次的选举急着要抢人民的财产，为他们的政绩加分，可是牺牲的是人民的财产和田地。那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竟然用不当的手段要把学校来做拆迁，把孩子当人质。到目前为止，一只手说没有要拆，一只手说104年发独家消息说他们要做学校的拆迁，105年学校全部不见，然后呢108年才配地。请问这样这些乡亲去哪里？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问题没有答案，所有的问题在相关的会议里头他们都说带回处理，从来没有针对各位的成绩有一个明确答案，对不对？对。马总统他的一个政策，爱国政策，害死了我们家人，儒家两世代害死了我爸爸。好，我这边等一下会证明可以给大家看，为什么要两世代害死我们？还是在亚洲四角龙的最尾巴，好，盖一个跑道就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四角龙的最前面去吗？不可能。我们现在连泰国的机场都比不上，盖一条跑道就可以吗？我们今天如果要跑到四小龙的龙头，我们要的是一个海上机场，全新的国际海上机场。你在原地方把一航厦、二航厦全都重弄也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一个整体性。现在加上第三个也不可能，我们要的是一个海上全新的国际机场，这样子才有办法把我们带到龙头。那中辉，我们要先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黄世国副院长讲说12月24号这个案子一定要通过，但是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问题，已经牺牲一条人命了，行政院的态度现在是还是这样子，年底一定要过吗？会按照一定的程序去审议的，没有说一定过或者一定不过，不错，反正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他们自己就会去考虑各项的问题。所以你是说黄世国院长说年底要通过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政府的那个审议本就是委员会他就会审查，那委员会审查的结果他就会有尊重，没有审查。那要请问中山一，目前我们指出这么多问题，媒体上也各种论述都有，那行政院到底有没有要重新检讨这个计划案？据我知道，审议委员会他们对每一个人员的全权他们都会做审视，我想你应该也知道，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认为的全权他们都会去看看你那个情景的理论是什么，最近让我们考虑。行政院已经在里面有专案小组，院里面有专案小组吗？我们这么多指出违法不合理的地方，专案小组要不要重新检讨这个计划？他们应该会审议，会考虑这些。苦大精修何人心寒，那当是几人为最浪漫，无魂无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就爱勇敢吃，有人到顶起来拼起担，不通失望，咱是当这阵的人，不通心惊吓，心头了定，爱拼才会